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于解师地论卷第十一，乾隆大藏经，大圣论第1164部，弥勒菩萨说，唐三藏沙门玄奘奉诏译。本地分中三摩悉多地第六之一，以说有寻有寺等三，云何三摩悉多地？瓦陀喃曰：总标与安立，作意象差别，设诸经宗要，最后重杂意。若略说三摩悉多地，当知有总标故、安立故、作意差别故、象差别故，略设诸经宗要等故。云何总标？为此地中略有四种：一者净律，二者解脱，三者等持，四者等智。净律者为四净律：一、从离生有寻有四净律；二、从定生无寻无四净律；三、离喜净律；四、舍念清净净律。解脱者为八解脱：一、有色观诸色解脱；二、内无色想观外诸色解脱；三、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解脱；四、空无边处解脱；五、实无边处解脱；六、无所有处解脱；七、非想非非想处解脱；八、享受灭身作证具足住解脱。等持者为三三摩地：一、空；二、无愿；三、无相。复有三种，为有寻有四，无寻为四，无寻无四。复有三种，为小大无量。复有二种，为一分修、俱分修。复有三种，为喜俱行、乐俱行、舍俱行。复有四种，为四修定。复有五种，为五圣智三摩地。复有五种，为圣五支三摩地。复有因有具圣正三摩地。复有金刚玉三摩地。复有学无学、非学非无学等三摩地。等智者为五现见三摩波底，八圣处三摩波底，十遍处三摩波底，四无色三摩波底，无想三摩波底，灭尽定等三摩波底。云何安立？为唯此等名等引地，非于欲界心依净性，由此定等无悔欢喜安乐所引，欲界不尔，非欲界中于法全无审证观察。复次出净律中说离生喜，由正住此断除无法，为欲所引喜，欲所引忧，不善所引喜，不善所引忧，不善所引舍，又于无法修习圆满，为欢喜安乐及三摩地。欲所引喜者于妙无欲，若初得时，若已正得正受用时，或见或闻或曾领受，由此诸缘意念欢喜。欲所引忧者于妙无欲，若求不遂，若已受用更不复得，或得已便失，由此诸缘多生忧恼。不善所引喜者，
未如有一于喜乐聚而行杀业乃至邪见，不善所引忧者，未如有一于忧苦聚而行杀业乃至邪见，不善所引舍者，未如有一或王王等，或于宰官，或尊尊等自不要为杀等恶业，然其仆使作恶业时，人而不治，亦不安处，匹奈耶中，由众所故，遂造恶业。彼于此业现前灵解，非不现前。又著于舍，寻求四察，为恶方便，又于诸恶单着不断，引发于舍。又于不善现前转时，发起中庸，非苦乐受。欢者未从本来清净行者，观资粮地所修净行，无悔为先。未亦事月心心永性，习者未正修习方便为先，申请事月心心永性。安者未离粗重身心调适性，乐者未由如是心调适故，便得身心无损害乐及解脱乐。以离彼品粗重性故，于诸烦恼而得解脱。三摩地者未于所缘审正观察心依净性，世尊于无漏方便中先说三摩地，后说解脱，由三摩地善成满力，于诸烦恼心永解脱故。于有漏方便中先说解脱，后说三摩地，由正方便究竟作一果，烦恼断矣，方便根本三摩地故。或有句时说三摩地即于解脱，未及于此方便究竟作意，即于无间道三摩地中，由三摩地于彼解脱俱实有故。复次，于诸净律等智障中，略有五盖，将正彼时能为障碍。何等为五？一、贪欲盖；二、嗔恚盖；三、昏沉睡眠盖；四、调举恶作盖；五、一盖。贪欲者位于妙五欲随逐镜像，欲见欲闻乃至欲触，或随意念先所领受，寻思追恋。嗔恚者为或因同犯行等举其所犯，或因意念昔所曾经不饶一事嗔恚之相，心生恚怒，或欲当作不饶一事于当所为嗔恚之相，多随寻思心生恚怒。昏沉者为或因毁坏净失罗等随依善行，不守根本，时不知了，不勤精进，俭省睡眠，不正之主而有所作，于所修断不勤加行随顺，升起一切烦恼，身心昏昧，无堪忍性。睡眠者为心急昧略，又顺生烦恼，坏断加行，是昏沉性。心急昧略是睡眠性，是故此二合说一概。又昏昧无堪忍性名昏沉，昏昧心及略性名睡眠，由此昏沉生诸烦恼，随烦恼时无余尽缘如睡眠者，诸余烦恼及随烦恼，或应可生，或应不生。若生昏昧，睡眠必定皆起。调举者为因亲属寻思，国土寻思，不死寻思，或随意念昔所经历
戏笑欢愉所行之事，心生喧动腾跃之性。恶作者为因徇私亲属等故心生追悔，为我何缘离别亲属，何缘不往如是国土，何缘弃舍如是国土，来到于此，食如是食，饮如是饮，唯得如是衣服卧具病源医药资身重具。我本何缘少小出家，何不且待至年衰老，或因追念昔所曾经戏笑等事，便生悔恨，为我何缘于应受用戏乐言具，朋友等时违背宗亲朋友等意，令其悲恋涕泪盈目而强出家，由如是等种种因缘生忧变心，恶作追悔。由前调举于此恶作处所等故何说依盖，又于应作不应作事随其所应，或已曾作或未曾作心生追悔，云何我昔应作不作，非作反作，除先追悔所生恶作，此恶作缠犹未能舍，次后复生相续不断忧变之心，恶作追悔，此又一种恶作差别。次前所生非处恶作，即后恶作虽与调举处所不等，然如彼相腾跃喧动，今此亦是忧变之相，是故于彼杂说依盖疑者，位于师于法于学于会及于正中，生或生疑，有心如是怀疑惑故，不能去入勇猛方便正断寂静，又于去来今及苦等地，生或生疑，心怀二分，迷之不了，犹豫猜度。问此贪欲盖以何为实？答有净妙相，即于彼相不正思维多所修习，以之为实。净妙相者，为第一圣妙诸欲之相。若能于此远离染心，于下列亦得离染，如至强力于列自服。此复云何？为女人身上八处所设可爱镜像，由此八处女妇于男，所谓歌舞笑地美容禁止妙处就理，由此因缘所有贪欲未生令生，生已增长，故名为实。问此贪欲盖谁为非实？答有不净相，即于彼相如理作意多所修习，以为非实。此复云何？为清淤等若观此身种种不净杂秽充满，明观内身不净之相，复观于外清淤等相种种不净，明观外身不净之相，由观此二不净相故，未生贪欲令其不生，生已能断故，名非实。由于彼相如理作意故，遮令不生，多所修习故，生已能断。前黑品中，由于彼相不正思维故，未生令生，多所修习故，倍更增广。问嗔恚盖以何为实？答有嗔恚性，有嗔恚相，即于彼相不正思维多所修习，以之为实，依于种种不饶意事心生恼害，名嗔恚性。不饶意事多嗔恚相于酒脑事不正作意，名不正思维。
如是等事皆名为实。问此嗔恚盖谁为非时，答：有仁慈贤善，即于彼相如理作意，多所修习，以为非时。又此慈善恒欲与他安乐为相，修力所摄，由思则力所摄作意，调伏九脑，以能断除嗔恚盖故。经中为说此为非时。问：昏沉睡眠盖以何为实？答：有黑暗相，即于彼相不正思维，多所修习，以之为实。问：此盖谁为非时？答：有光明相，即于彼相如理作意，多所修习，以为非时。光明有三种：一、至暗光明；二、法光明；三、一身光明。至暗光明复有三种：一在夜分，为星月等；二在昼分，为日光明；三在俱分，为火珠等。法光明者，为如有依随其所受所思所处观察诸法，或复修习随念佛等。一身光明者，为诸有情自然生光，当知出名至三种暗：一者夜暗，二者云暗，三者障暗，为枯宅等。法明能至三种黑暗，由不如实之诸法故，于去来今多生疑惑，于佛法等亦复如是。此中无明，即一句明黑暗，又正观察，能至昏沉睡眠黑暗，以能显了诸法性故。问：调举恶作盖以何为实？答：于亲属等所有寻思，于曾所经细笑等念，即于彼相不正思维，多所修习，以之为实。亲属寻思者，为因亲属或盛或衰，或离或合，发心七行，心生愁虑等。国土寻思者，为因国土盛衰等相，广如前说。不死寻思者，为因少年及衰老位诸有所作或利他事，发心七行，心生愁虑等。孝者，为随有依或因开论或因合论，现持耳笑欢聚雅戏者，为双露除仆弄珠等戏，或有所与种类欢乐，为互相受用，受用境界受诸快乐，或有同处，或因戏论欢愉而住，所行事者，微香咫尺手臂发等，或香摩处，随依身份，或抱或污，或香故免，或作于事。问：此盖谁为非时？答：有奢摩他，即于彼相如理作意，多所修习，以为非时。奢摩他者，为九种住心及奢摩他品所摄诸法，位于自他若衰若盛可厌患法，心生厌离惊恐悟见，安住寂静。问：一盖以何为实？答：有去来今，即于彼相不正思维，多所修习，以之为实。为我于过去唯有唯无广说如上，不正思维者，为不可思处所摄思维；不可思处者，为我思维、友情思维、世间思维。若于自处，依是差别，思维我相，名我思维；若于他处，名友情思维；若于友情世间及气世间处，名世间思维。为世间常，或谓无常，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等。问：此盖谁为非时？答：有缘缘起，
即于彼相如理作意，多所修习，以为非实。有彼观见，唯有于法即为法因，唯有于苦即为苦因故。所有一切不正思维为缘，无明于三世境，未生者不生，已生者能断。若不如理而强作意，其如理者而不作意。总说此二名不正思维。若于世中应何道理，应知是处名为如理，位于暗中作光明想，由此方便如理作意，非不如理。于余处所亦有所于如理作意。复次，于初境律具足五知：一循、二四、三喜、四乐、五心、一境性。第二境律有四知：一内等境、二喜、三乐、四心、一境性。第三境律有五知：一舍、二念、三正知、四乐、五心、一境性。第四境律有四知：一舍清净，二念清净，三不苦不乐受，四心一境性。出境律中，循四为举所缘，三摩地为彼所依。喜为受境界，乐为除粗重。第二境律中，内等境为举所缘，三摩地为彼所依。于如前说，第三境律中，舍念正知为取所缘，三摩地为彼所依。于如前说，第四境律中，舍境念境为取所缘，三摩地为彼所依。于如前说，诸境律中虽有余法，然此胜故，于修定者为恩重故，偏力为之。问何因缘故出境律中有循有四耶？答：有彼能厌患欲界入出境律，出境律中而未能观循四过故，第二境律能观彼过，是故说为循四寂静。如第二境律见彼过故，名循四寂静。如是第三境律见喜过故，名喜寂静。第四境律见乐过故，名乐寂静。舍念清净差别应知。复次，是诸境律名差别者，或名增上心，未由心清净增上力，正审律故，或名乐住，未于此中受极乐故。所以者何？依诸境律领受喜乐、安乐、舍乐、身心乐故。有得定者，于诸境律烁烁入出，领受宪法安乐住故。由此定中现前领受宪法乐住，从事其已作如是言：我已领受如是乐住，于无色定无如是受，是故不说彼为乐住。然彼其已应正宣说，何以故？若有阿恋惹必除来救彼问，彼若不答，便生讥论：此阿恋惹必除，云何名为阿恋惹者？我今问彼，超色无色寂静解脱而不能寂，是故未说应入彼定，非为乐住。或复名为彼分涅盘，亦得说明差别涅盘。由诸烦恼依分断故，非决定故。名彼分涅盘，非究竟涅盘故，名差别涅盘。复次，此四境律亦得名为出诸受事，为出境律，出离忧根；第二境律，出离苦根；第三境律，出离喜根；第四境律，出离乐根；于无相中出离舍根。如《薄伽梵舞蹈经》中说如是言：必除忧根生矣，应当如实了之。生者此于何位？未及
于此断方便位，若为幽根见心相许，而时应知又应并此因缘即续若相若行皆如实之者，云何之因未了知此种子相续，云何之缘未了知此种所不设所依助伴，云何之续未知幽根托此世生，即是能发幽根之相，即无知种子云何之相，未了知此是七行相，云何之行未了知此能发之行，即不如理作意相应思也。如是之矣。于出离中即至持心者，云何至持位于染污行，至摄其心于思维修任持坚住，又于世中无余尽灭乃至究竟者，未灭随眠故，灭诸常故，世间境律，但能见舍彼品粗重不拔种子，若异此者种永拔故，后不应生无漏境律二种俱舍，如是于余随应当知。问以何等相了知幽根，答或染污相，或出离欲具行善相，苦根者或由自等增上力故，或由身老增上力故，或火烧等增上力故，或他逼等增上力故，诸离欲者由上升起，喜根者为第二境律中即第二境律地设，乐根者为第三境律中即第三境律地设。问何故苦根出境律中说未断也？答彼品粗重犹未断故。问何缘生在出境律者苦根未断而不现行？答由其助伴相对，幽根所摄诸苦彼已断故，若出境律已断苦根，是则行者入出境律即第二时，受所作住差别应无，由二具有喜极乐故，而经中说由出诸手境律差别，又此应无寻思寂静粗重断灭所作差别，如是余根彼品粗重见此断故，上诸境律断有差别，又无相者经中说为无相心定，于此定中舍根永灭，但害随眠，彼品粗重无余断故，非灭现禅住无相定，必有受故，于此定中容有三受，为喜乐舍，非彼诸受得有随眠烦恼断，故说以为断，彼品粗重说明随眠，又此舍根乃至何处当知，始从第四境律乃至有顶，复次此五根出离无相，为复后与彼五种顺出离界辗转相摄，此中由欲会害出离，即说乃至乐根出离，由色出离，即说第四境律舍根出离，由萨迦耶灭，即说无色界一切舍根出离，顺出离言有何等意？由助此者能出离故，名顺出离，不说由此出离于彼，未离欲者说此界故。问诸欲会害定同时断，何缘建立别出离也？答彼诸出离虽复同时，约修对峙有差别故，先说三种出离差别，对峙差别者为不净慈悲，
如其次第，或有为修不净出离一切，或慈或悲，是故别说三种出离。此上唯有一类对治故，后出离无有差别。云何猛力见者等随念欲，未由观察作意于盛世作意故，猛力功用作意故。云何于诸欲中心不去入，未于彼处不见圣功德故。云何不美，未于彼处喜悦不生故。云何不住，未于彼处不要受用为心悦故。云何无有圣解，未于彼处不要取着不如理相故。云何委脆，未虽纵任而不舒泰故。云何坏散，未取静以寻复弃舍故。云何而不舒泰，未于所缘虽强令住而不受乐故。云何等住弃舍，未行平等位，于平等位中心由观故，何等为厌，未由于彼身见过患，气备为性，此复三种为无常故、苦故、变坏法故。何等为恶，未由于彼初见过患，气备为性，何等为为，未由于彼中见过患，气备为性，何等为备，未由于彼后见过患，气备为性。于此相为，即于离欲作意去入者，位于是处见生功德故。美者位于是处生清净信而正顺故，住者位于所缘不流散故。圣洁者由于是处不染污，转于诸烦恼得离系故，以于厌等气备行中正流转时，心无挂碍，又复于舍无有功用。云何其心善事，为助方便究竟作义故。云何善修，为善修习于作义故。当知此说断位即断方便道位，解者为解脱诸常故，脱者为解脱所缘相故，离系者为解脱随眠故，从诸欲缘所生诸漏者为除欲贪于欲界中所余烦恼损愧者，为因此生执气障等恶行差别，于此若作若增长故，生诸恶趣。烧者为有此因欲爱淡时烧身心故，恼者为有此因若是变坏变生愁叹忧苦恼故。于彼解脱超出离系者，为如前次第解脱诸缠所缘随眠故。云何终不领纳缘彼诸受，为依将得正德随念诸欲境界，染污诸受不复现行，其所依身不为众惑染污而住，如红莲花水滴不浊。复有六种顺出离界，如今广说，为我以修此，乃至我以离诸我慢，然我尤为疑惑独见，闷乱其心，是故此等与慧害等非正对治，当知为舍如是邪执建立此界，是中慧等离欲对治有差别故，建立前四对治相故，观察圣住得道理故，建立无相观察究竟正道理故，建立第六慈对智慧无损行转故，悲对智害未除他苦，圣乐行转故，喜至不乐于他乐事随喜行转故，舍至贪慧俱舍行转故，
无相对治一切众相，相相为故。若离我慢，于自解脱或所证中定无疑惑故，离我慢是彼对治。此诸出离定，能出离一切慧等，不善修故，慧等过失容可现行。又前五种顺出离界，出之四种天柱所设，第五一种圣柱所设。今此六种顺出离界，前之四种梵柱所设，第五第六圣柱所设。复次能超慧等诸过失故，名为出离。于出离时正可屏障，故名为一。师尊说一略有四种：一法是一，非数取去；二义是一，非文；三了义经是一，非不了义经；四智是一，非实。此四种一因何建立？不特伽罗四种别故，为因阐诈不特伽罗差别故，建立初一。因顺世间不特伽罗差别故，建立第二。因住自见取不特伽罗差别故，建立第三。因闻为己不特伽罗差别故，建立第四。因其阐诈说法是一非数取去，要与彼论分别抉择，方正正治，非为有彼现微一故，即于此中复有差别。为佛宣说不特伽罗，即与诸法为法是一非数取去，世俗言辞不应执故。法又二种，为文即义，为义是一非文，何以故？不应但文即为究竟，要须于义思维筹量审观察故。佛所说经或有了义或不了义，观察义时了义是一非不了义。世尊或时宣说一去福不动时，为往善去故；或时宣说四圣地智，为向涅槃故。于修法随法行时，为智是一非实，略于四时失不失故。建立四种补特伽罗，未得法时任持时观察意时，修法随法行时，一四时故，建立四一。复次以说安理，当知于此净律等中作义所缘二种差别。作义差别者为七种根本作义，即于四时作义。云何七种作义？为了相作义、圣解作义、远离作义、摄乐作义、观察作义、加行究竟作义、加行究竟果作义。云何四时作义？为缘法作义、缘意作义、缘身作义、缘受作义、缘心作义、缘法作义、圣解作义、真实作义、有学作义、无学作义、非学非无学作义、辨知作义、正断作义、已断作义、有分别影像所缘作义、无分别影像所缘作义、是边际所缘作义、所作成办所缘作义、圣解思则作义、寂静作义、一分修作义、俱分修作义、无见作义、因众作义、随顺作义、对治作义、顺清净作义、顺观察作义、历历运转作义、有见运转作义、有功用运转作义、自然运转作义、思则作义、内摄作义、净障作义、依止成办所行清净作义、他所建立作义、内增上取作义、广大作义、变形作义。缘法作义者，为闻所成会相应作义；缘意作义者，为思
修所成会相应作义，原身受心法作义者，为修念住者，如理思维身等作义，圣解作义者，为修净律者，随其所欲，于诸事相增益作义，真实作义者，为以自相共相及真如相，如理思维诸法作义。有学作义略有二种，一者自性，二在相续。自性者为有学无漏作义，在相续者为有学一切善作义。如有学作义，当知无学作义二种义耳。非学非无学作义者，为一切世间作义。便知作义者，为有此故便知所缘而不断惑。正断作义者，为有此故具作二事。已断作义者，为断烦恼后所有作义。有分别影像所缘作义者，为有此故修缘分别体净毗波舍那。无分别影像所缘作义者，为有此故修缘分别体净奢摩他。是边际所缘作义者，为有此故了知一切身受心法所缘边际，过此更无身受心法所作成办所缘作义者，为我思维如此如此，若我思维如是如是，当有如此如此，当办如是如是，即缘清净所缘作义，圣解思则作义者，未有此故，或有最初思则诸法，或奢摩他而为上首。寂静作义者，未有此故，或有最初安心于内，或毗波舍那而为上首。依分修作义者，未有此故，于奢摩他、毗波舍那随修依分。俱分修作义者，未有此故，二分双修。无间作义者，为一切时无间无断，相续而转。因种作义者，为不慢缓加行方便。此中由圣解思则作义故，静修至见；由寂静作义故，生长清安；由一分俱分修作义故，于诸盖中心得解脱；由无见因种作义故，于诸解中心得解脱；又由无见作义故，终不徒然而舍生命；由因种作义故，速证通慧。随顺作义者，未有此故厌坏所缘，顺断烦恼。对治作义者，未有此故正舍诸惑住持于断，令诸烦恼远离相续。顺清净作义者，未有此故修六随念。或复思维随一妙事，顺观察作义者，未有此故观诸烦恼断与未断。或复观察自己所证即先所观诸法道理，历历运转作义者，为修始业未得作义所有作义。有见运转作义者，为已得作义于上慢缓修加行者所有作义。有功用运转作义者，未及于此勇猛精进无有慢缓修加行者所有作义。自然运转作义者，位于四时决定作义。一得作义时，二正入矣入根本定时，三修现观时，四正得已得阿罗汉时。思则作义者，为毗波舍那品作义。内摄作义者，为奢摩他品作义。净障作义者，未有此故弃舍诸漏永害粗重。依止成办所行清净作义者，未有此故依离一切粗重之身。
虽行一切所缘境界，而诸烦恼不复现行。他所建立作义者，为诸声闻所有作义，要从他因，乃能于内如理作义故，内增上取作义者，为诸独觉及诸菩萨所有作义，以不从失而觉悟故，广大作义者，为诸菩萨为善了知生死过失，出离方便，发弘誓愿，取大菩提所有作义，遍行作义者，诸佛世尊，现见一切无障碍智相应作义。若诸菩萨遍于三省及五明处方便善巧所有作义，此中了相作义设缘法缘义，于六作义为设缘义，缘身等境四种作义遍在七摄，了相圣解加行究竟果作义，通摄圣解真实作义，观察作义为摄圣解，于三作义为摄真实。此就前门就余门者，当知随应七种作义皆摄，有学即非学非无学二种作义，亦设无学作义，为清净地了相作义，即加行究竟果作义，了相圣解观察作义，设辨知作义，余三作义，设正断作义，加行究竟果作义，设以断作义，观察作义，为设有分别影像所缘作义，余六作义通设二种，是边际所缘作义，便一切设所作成败所缘作义。若就出门便一切设，就第二门为加行究竟果作义所设，最初圣解思则作义皆所不设。若奢摩他而为上首，便一切设。若最初寂静，若毗波舍那而为上首，当知一耳。前六作义通设一分，即具分修，加行究竟果作义为设具分修，无见作义因众作义便一切设，随顺作义初二所设，对治作义远离加行究竟二作义设，即设乐作义一分所设，顺清净作义为设乐一分所设，顺观察断未断作义为观察作义所设。此就断对治说，若就所余随应当知，历历运转作义皆所不设，有见有功用运转作义，乃至设乐作义所设，自然运转作义加行究竟，即此果二作义设，思则作义了相所设，内设作义圣解所设，净障作义远离设乐，观察加行究竟作义所设，依止成办所行清净作义为加行究竟果作义所设，他所建立内增上取作义，一切作义所设，广大作义皆所不设，初遍行作义加行究竟果设，第二一切义设，又了相作义，若他所建立作义设者以闻他因，即内如理作义定为其缘，若内增上取作义设者为先资粮以为其缘，所余作义前前后后转为其缘。复此云何所缘差别，为相差别，何等为相，略有四种：一所缘相，二因缘相，三应远离相，四应修习相。所缘相者为所知识分别体相，因缘相者为定资粮应远离相，复有四种为尘相调相乱相着相应修习相。当知对治此四种相，何等尘相为不守根门十不知量初业后业，不常教务勤修观行，不正知主是痴行性，单折睡眠无巧便会恶作剧行，
欲勤心观，不曾修习正奢摩他，与奢摩他未为纯善，一向思维奢摩他相，其心昏暗，于圣境界不要攀缘，何等调相为不守根门等四，如前广说，是贪行性，要不寂静，无厌离心，无巧辩慧，太举俱行，如前一等不曾修举，于举未善为一向修，由于种种顺随调法亲理寻等动乱其心，何等乱象为不守根门等四，如前应知，是顿根性多求多悟多诸事业，寻思行性无巧辩慧，无厌离心，不修远离，于圣境界不要攀缘，亲近愧恼方便渐缺，不审了之乱不乱相，何等着相为不守根门等四，如前应知，是顿根性，是爱行性多烦恼性，不如理思不见过患，又于增上无出离见，对治如是应远离相，随其所应当知即是应修习相，复有三十二相为自心相、外相、所依相、所行相、作意相、心起相、安住相、自相相、共相相、粗相、净相、领纳相、分别相、具行相、染污相、不染污相、正方便相、邪方便相、光明相、观察相、贤善定相、止相、举相、观相、舍相、入定相、住定相、出定相、增相、减相、方便相、引发相，云何自心相未有必除，先为烦恼染污心故，便于自心极善取相，如是如是心有染污或无染污，由此方便心处尘等，由此方便不处尘等，言尘等者为尘等四，乃至念心爱着之相，或复于彼被染污心，云何外相未及于彼被染污心，了知自心被染污矣，便取外相为光明相或净妙相，或复于相未遇除遣诸烦恼故，或令彼或不现行故，云何所依相为分别体相，即是一切自身所摄五蕴并种子相，云何所行相为所思维比比境界，色乃至法分别体相，云何作意相为有能生作意故，于比比境界所生实生，作使思维今我此心有作意故，于境界转非无作意，此所思维名作意相，云何心起相未及次前所说是一相，第二相者为心缘形缘名色相，此所思维名心起相，云何安住相为四时住及时随色住等，如今广说，此所思维名安住相，云何自相相为自类自相或个别自相，此所思维名自相相，云何共相相为诸行共相或有漏共相或一切法共相，此所思维名共相相，云何粗相为所观下地一切粗相，云何镜相为所行上地一切镜相，云何领纳相为随意念过去曾经诸行之相，云何分别相为思未来诸行之相，云何具行相为分别现在诸行之相，云何染污相为于有贪心思维有贪心相，乃至于不善解脱心思维不善解脱心相，云何不染污相为与此相为，当知即是不染污相，此中以出离于断，不修方便者观有贪等，修方便者观略下等，有贪心者为贪相应心，
或复随主比品粗重，如是有禅及随眠故，一切染污心如应当知，以能对治禅及随眠故，成不染污，云何正方便相？为所思维白净品因缘相相，云何邪方便相？为所思维染污品因缘相相，即是思维如是如是不守根门住故，乃至不正之住故，如是如是心被染相。云何光明相？为如有一于暗对治，或法光明殷勤肯道，善取其相，即善思维，如于下方于上一耳，如是一切至暗相故，建立此相。云何观察相？为有必除，殷勤肯道，善取其相而观察之，助观于作者，为以现在能取观未来所取法，作观于握者，为以现在能取观过去所取，或法在后行观察前行者，为以后后能取观前前能取法，此则略显二种所取能取法观。云何贤善定相？为所思维轻愚等相，为欲对治欲贪等故。何故此相说明贤善？诸烦恼中贪罪为胜，于诸贪中欲贪为胜，生诸苦故，此相是彼对治所缘故，名贤善。云何指相？为所思维无分别影像之相。云何举相？为测心所取随依静妙或光明相相。云何观相？为闻思修慧所思维诸法相。云何舍相？为以得平等心，于诸善品增上舍相。云何入定相？为由因缘所缘应修习相故，入三摩地，或复以得而现在前。云何注定相？未及于彼诸相善巧而取，由善取故，随其所欲于定安住，又以此定得不退法。云何出定相？为分别体所不摄，不定地相。云何增相？为清安定，倍增广大所思维相。云何减相？为清安定，退减狭小所思维相。云何方便相？为二道相，或去倍增广大，或去退减狭小故。云何引发相？未能引发略诸广博文具义道，若无证无碍妙愿智等，若依三摩地诸余力无畏等最胜功德，即能通达甚深具义微妙智慧，如是等相。复次，如是诸相及前根本四相所摄为所缘相，具摄一切因缘相一耳，前与后为因缘故，为令后后得明净故，正方便相，一切种别皆因缘相，如正方便邪方便一耳。一是白品相，第二黑品相，诸染污相唯应远离，所于诸相唯应修习，于彼彼时应修习故。于且师弟论。